川普周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，他清楚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结果，并表示美国和香港抗争者们同在。川普还说，希望香港进展顺利，希望习近平妥善处理香港问题。国务卿蓬佩奥周二重申。

根据美国法律，总统有十天考虑是否签署法案。如果总统动用否决权，参众两院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，就可推翻总统否决。若总统选择什么都不做，法案将在十天后自动生效。新唐人记者毕新慈、张琪综合报道。